点烂这个阵容，我感觉好难啊，真的好难。还是真是你的马啊，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好吧？你不就对吧？你就想你就是心理不健康，有点这种很怪异的癖好，就喜欢听这种话。我满足你，是你的，兄弟，你开劳斯莱斯住上海2亿的大 house， 好吧？你这个广东省首富，行不行？舒服了没有？听得爽不爽啊？全中国的小孩都是你的，啊！生活就是一场派对，开心的样子。满足一下他吧，兄弟们，没关系的，我又不损失啥，对吧？又不是小孩子，要逞口舌之快，就都是你的，啊！你开心就好，好吧？让你开心就好。我这把我都不知道帮谁，兄弟们，我真的不知道抓哪。这个要交个宠，我觉得有机会。要交闪，交闪！他肯定死了。哎，虾仔是个单杀，那就太不好意思了。虾的是蓝开往上刷的。消息也不知道能不能拿，哎，肯定能拿。盲僧这波是名牌在上的，他名牌在上，他只能在上。算了。盲僧抓上，我们就反他下野区吧。早点升个6级抓人啊，兄弟们！马上刷了，稍微等一下。好像不能等，盲僧直接过来了，这波有风险，兄弟们，有风险，瞎子直接过来了，没有惩戒不一定刷得完啊，这波有点拼，我们要走这边，不要站在这，站在这，他站在那个红蓝帽潮流的，万一被看到就嘎了。好，升6。这上单是个白给的呀，他狗头这样玩，狗头是要发育的，他玩成这样送子就很难了。
人预约了小丑上门服务吗？给盲僧这样子送，待会儿我们的中野打不过了。有点太白给了。而且对面盲僧的名牌在上呢。啊。应该能单杀。一个 Q。应该是能单杀。哇，他打兰博出来个出了这个东西，买错了吗？但是他补刀还领先了不少，兄弟们，这还不得不说。哦，主意哦，他小姐主意的，他主意那一波可能只有800块，买不了别的东西了。把他。下次又把他杀了。不要省闪，这个位置得交闪，得交闪，不交闪是杀不了他。瞎子这波应该回家买装备了。走吧，给了他们下路，他们中路买个水银鞋了。这把其实还是要多抓对面这个上单啊，中路水银鞋你不好杀了。对面下路有进化，下路小火龙加这个玩意也没伤害自己发育，这把就多抓上啊，又死了。我以为他红 buff 还在呢，这他妈好难受啊！哎呀，这好难受啊！蹭个经验。我以为他红 buff 还在，他 Q 过去打红了，尬住了，结果他红不在。小心一点，吃完蛤蟆吃烧虫吧。
漂亮。我这末日说实话还挺爽啊。瞎子可能会来啊，但是我们血已经吸满了，无所谓。哎，难不难受？他这波应该要打红 buff 的，算了，不去了。这波伤害应该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我觉得不够。这一波要不要抓过兰博？不要下野区呢？哎，完了，我打字他自动 A 了。哎呀！妈的，打字了。这是第二个单杀吗，兄弟们？这是不是第二个单杀呀？啊，兄弟们，这第几个单杀？滴答滴答滴答滴。这波没大呀，我们不见了的那些朋友。小西西先生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加料没来。过来烧什么？找死啊你！好，回家，还过来烧烧烧的。小心，瞎子好像有大，好像有大。来喽来喽！哎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好，兄弟们已经就位。先把单杀，
我刚想说我要先把单杀加上啊，但他出来了，现在加一样。嘎嘎爽。哇帅。还想藏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，想让他 Q 不到，但这个草丛妈的没地方，这个草丛没地方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草丛太小了，没地方藏，那这不是尬住了。草丛太小了。想站在一个刁钻的位置都没地方站。哦，草里有眼，哦，草里有眼，有眼，我就说嘛。草里有眼那就没事了。我是小丑，有人们，人家这个草里有眼看着我。小龙拿一下吧，兰博这个大刀烫了得多少伤害啊。走吧。你很自信，那必须的，自信是我的第六件第七件装备，我玩游戏当然要自信，当然是要自信的。留个惩戒去大楼，我头上还戴顶帽子，我天生八件装备，别人怎么跟我打呀？我都不知道别人怎么跟我打，兄弟们，哥妈天生八件装备，拿什么跟我打？这把居然还不点啊！
很顽强哦。推他，我是名副其实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妖坤被逮捕了。我坤哥被逮捕了。中塔拆了吧，中好就可以拆了。我不想死，闪现被我沉默了。这一脚兄弟可以去踢足球了，这一脚兄弟们不得不说踢得好，完美的一脚啊，这一脚完美，踢的确实完美，感觉是能想到最完美的一脚了，踢得好，踢得好，这波确实打得好啊。狗头很灵性啊，很灵性。讲真的，一副要输的样子，这团子好像有点不好打了。
对面视野做的有点好，而且阵容比我们要好啊，有点不好打，我觉得现在有非常难打了，现在。对面现在魔抗装备都已经起来了，前排很硬。狗头不能死，狗头如果能顶，狗头跟我们一起打团，团战就能赢。狗头先死了，这团战确实现在不好打。中亚还是换了吧，换个中亚。视野做的太好了，我必须，我得跳到对面的什么，跳到谁？跳到金克斯啊！金克斯跳不到，威胁不了他的输出环境。推下吧，推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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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冲哥甲加里奥没事。能抓一个先抓一个边线。不了了，打后面的不挺好吗？把大招空完了都。这团战还怎么打？哦，这种团战都打不赢，可惜了。唉，阵容问题吧，现在浪这把浪还浪，我还真没浪啊，没浪。这一波只能说对面盲僧踢得太好。现在已经威胁不到这个金克斯了啊，威胁不到。16级，对面整体都打得不错，保得太好了。小火龙还出的兰德里的折磨，现在伤害有点不够啊，有点不够，太多法师了。金克斯完全不给机会，他完全不给机会。然后开其他人的话，开盲僧有个加里奥大招保他，开加里奥的话伤害不够，因为 AD 也是个火龙，没有爆发的，全是法师。感觉死了呀。大龙怎么说？没有跳的机会啊，全是视野，我看他们就跳个兰博算了。对，先减员嘛，大龙要不了，妖姬已经死了，要不了要不了。接不了的，
金克斯交涉。因为根本没有机会跳，不要跟他们打字，根本没有机会跳的，正面是跳不了，跳不了。不用去了，这波完全就没必要再过去了呀，还过去干啥？啊？